十二星座遇到外星人，天秤座。我奉母星的命令，要抓一个地球人回去研究，就你了。你长得也太丑了，还是先让我来给你整个容吧。准备好了吗？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想回母星。巨蟹座。我是外星人，来地球巡逻，快告诉我厕所在哪儿。世界上哪有外星人，小朋友不可以骗人哦，不然我告诉你家长。说完没有，快憋不住了。天蝎座。我是外星人，我要把你抓回去当保姆。当保姆，好主意啊。天黑之前把这些活都给我干完，如果敢偷懒，哼。摩羯座。站住，愚蠢的地球人，快告诉我你们地球的总部在哪里。呼叫总部，有外星人入侵，请求支援。我还会回来的。